我现在到了在新竹关西镇的这个青树露营区，嗯，然后它这边呢，车子呢跟帐篷是分开来的，车子在停在外面，然后帐篷在里面。它这里是有雨棚区的，是哦，不错。它这边车子不能开进去，所以它这里有提供推车。然后那边有那个戏水池，这边还有沙坑。嗨，还好吗？等你啊，很热吗？哦，我也要打羽球。好久没有来这种交通方便的露营区了，从台北过来才一个小时，而且也算很好开，不然之前去的都是那很难开的山路。而且这里海拔才300而已，所以还好。露营区啊，有这个垫子，然后老板娘有交代说要记得放这个垫子，银色的那一面。在那个楼上的搭建完成，现在搭建的速度越来越快了。餐厅的地方跟睡觉的地方就这样子啦。那它这个露营区啊，它这里有两区的椅子区。然后我们的营位这里有一个洗手台，去看看营本部那边好了。然后有每一个营位有两个插头。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去他们的营本部，营本部呢就是在入口右手边这边。你干嘛？玩水。好凉啊！这个营区海拔比较低，所以需要有一个泳池，热的时候就来这边泡泡水。看营本部这边。哦，然后厕所也是在这边，是老板娘给你们用，谢谢。因为有客人有没有？啊，没有玩，他们就不带回去，啊，放着，然后我们把它收起来放着。谢谢。像平时你们这样用就可以了。谢谢。OK， 谢谢啦，谢谢。这里是厕所，来看一下他们厕所。右边是马桶的区域，然后左边是冲澡的。嗯。哇，这很干净。而且厕所很大间呢。化妆台，有吹风机，然后还有这个培音台，对，而且吹风机应该蛮够力的，对，吹风机有3台，哦，很够力，强的。你看，它还有提供沐浴乳跟洗发乳，嗯，然后小朋友来的话，这也是可以给小朋友用的样子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制衣架，然后右边这边乳妇这边进来的就是男生上厕所的地方。你美白，老板娘，谢谢。啊，明天早上有咖啡可以喝。哦，这么多东西。它这个厕所跟浴室啊的窗户都有纱窗，所以不会有虫跑进来。哦，最重要的东西。那你刚刚睡着吗？这天气在这边应该是很热，对不对？对。要在高一点的地方。低海拔，所以比较热。这边有，来，大厨，今天晚餐吃什么？菜可能要先这样，先洗。一人一块啊，就一对一块。然后牛肉也是。来，今天晚餐鲑鱼排。现在是好像我们在当兵的时候，然后一大锅，然后在那边分菜。这个游戏是猜歌游戏，直接讲啊，先讲先赢。女生也玩哦，有我玩啊，欸，你们两个也要玩哦。一千零一共，靠，太强了吧！丢给你关一下，我前奏达人，我根本听不到啊！吉安讲什么我也听不到，你讲什么？吉安，下次我找一个人来跟你比。真的假的？嗯，他朋友超强。如果我没成回忆，哇，这是什么歌啊 ？Pink 的。哎，我听过，这是什么歌啊？奇。
玄木。哇塞！所以这正是我们这年代的人。厕所很赞，我觉得。浴室。嗯嗯。100分。嗯。很少有这么好洗的浴室。对。嗯。水又很。而且又很大间、嗯。然后大家一起洗，水都不会变小。对，没错。早安，好像在热醒耶，真的，真的是夏天。我以为那个我们睡在烤箱里面，然后那个温度这样慢慢提升，慢慢提升。这晚上的时候还是有点凉，我本来想说盖不到被子，我就把被子放在我当枕头这样。我们这区刚好没有那个遮的，所以我们这区特别热。嗯，然后大家看那边的区域都是在雨桐区下面，他们就是比较凉一点。他们两个帐篷在这个位置也不错啊。我们就会你看直接发光。今天早餐包子，然后还有什么鲑鱼蛋吐司。嗯，可是要怎么蒸啊？你会蒸吗？是我同事说他在团购买耶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把四颗包子丢进来。酸菜鸡肉包是有甜的，这是甜的，然后这是咸的。先用甜的好了。来，高德宇表演蒸包子。蒸包子有什么好表演的啦？哎，这是也是一门技术啊。我才把它蒸馒头、啊、好像用包子蛮方便。好像用包子蛮方便，我也觉得丢下去就好了。对，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蒸好。等吃早餐的两个。哎、欸，就是你们，没错。下一个高难度的挑战是没有办法，我只把吐司加热，让吐司不要冷冷。好，我要打开来咯。好。欸、打开来就有这个音效。好烫。不是。哇。走了。你看这个。芋泥。芋泥大包。9:40，因为我们缺东缺西，他还帮我们找其他营友帮我们搭帐篷，人好好。然后早上还煮了咖啡给我们喝，对，早上还有现煮的，应该是研磨咖啡吧，他好像是这样讲。对，我刚刚有看到。然后厕所跟浴室都超干净，超干净，水也超强的，超干净，超优。可是它这里就是比较热一点，可能大家会选择在雨棚区比较好。因为我看其他路友都是选在雨棚区的位置。对啊，就是连假因为太多人了，所以我们只能知道渡劫。超热，我们就赶快要离开了。好，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然后阿丹在那边，消失，拜拜。